百病生于气也，怒则气上，喜则气缓，悲则气消，恐则气下，惊则气乱，思则气竭。《黄帝内经》指出，许多疾病是因为情感性气机失调而发生的。五脏相通，宜皆有次，五脏有病则各传其所胜。人的五脏是相互联系的，这种联系循着一定的规律和次序，因此五脏有病也会按一定的规律相互影响。一旦人的情绪异常，这种异常的情绪可以打断五脏原有的规律和次序，所以导致人发生大病。情志一般的情况下它不会转变，人嘛都有七情，对不对？但是七情在一般情况下对人体无害，正常的。这个七情如果太过太剧烈，或者持续太久，那就它就成为病了。那么内经里面讲过，叫做生病起于过用，不管是什么，吃的也好，喝的也好，玩的也好，什么东西都可能是正常的，但是超过了它就是病因。正常的心理活动有利于脏腑功能活动，对于防御疾病保持健康是有益的。可是一旦精神受刺激，情绪波动过于剧烈，过于持久，势必引起一系列的心理机能紊乱，大怒之下就可以使人死亡，见过吗？没见过也听过的，脑溢血了，一生气怒气上升，那么中医说气上冲，血也上冲，中风了，脑溢血死亡了，这个病例不少啊。当然太高兴了是不是也有，高兴以后气血一紊乱也有死亡的，所以笑死的也有，怒死的也有，哭死的也有，这都是情绪太过直接伤害了内脏，伤害了气血，导致的死亡也有，但导致疾病的更不少。黄帝内经一再告诫人们，喜怒忧思悲恐惊七情，如果超过一定限度，便会造成脏腑气血功能的失调，成为疾病产生的重要原因。比如抑郁症可以直接引发脾胃等脏腑疾病，暴怒伤阴，暴喜伤阳，危及生命。下面是几个由情绪引发五脏疾病的医案。一位年长的妇人，性格内向，脾气大，易发怒，大便带血十多年了，饭量减少，不爱活动，感到四肢疲乏，有时早上起床后脸部微微浮肿，如果一天不便血，精神就会安稳一些，但只要有谁不小心触犯了他，他又会老病复发。多年来医生想尽了办法也无能为力，一天家人请来了大名医朱丹溪，朱丹溪诊断后说，他这是气郁生涎，涎郁胸中，就是说是因为他时常发怒而致使涎郁结在胸中，导致了心气不生，血脉如堵住一般，使血向下运行受阻，所以人的自我调节以及抵抗疾病的机能失调。明朝名医张景岳说，凡治病之道，攻邪在于真药，行药在于神气。说的是，治病在于用真药，而行药则在于人的神气。治病如果光用真药，而人的神气已去，那时不管再用多好的药，都不会有疗效。对这个论述，当代名医刘秉凡先生
记录了这样一个医案。一位食道癌患者，医院剖腹探查时发现肿瘤有粘连，因此未做切除手术，重新缝合切口。术后告诉病人，病灶已经切除，可以回家休养去。病人如释重负，高兴不已。出院后到中医院刘教授处看病，刘老诊断后开出中药，病人服药后饮食通畅无阻，食量渐渐增加。八个月后，日食一斤，面色转红，体重竟增加了10斤。可有一天，他的小外甥告诉他，医生说你的肿瘤没有切除。病人一听如雷轰顶，认为小孩子不会说假话，从此不眠不食，仅仅一个月便死了。对这个医案，刘老写道，人如果精神越，志意散，虽然用药，但没有精神上的支持，药也不能发挥效力。各种情感对内脏方面的反应啊，它实际上都有一定联系的。实际上这个现代医学中间的很多这个方面，我们古代实际上已经发现了这些规律性的问题。怒太过就伤肝，啊，两胁疼痛，啊，这个或者头晕眼花，气血上冲了，那头晕嘛，现在说可以血压高，生气，反正血压高的人一生气，保证还高。但是在这个前提下呢，血压高之后，除了头晕、心烦、急躁、大眼瞪起来了，很快就可以出现消化不好、胃疼了。大便拉稀了，或者是大便秘结了，肚子胀起来了，这会接着出现的。这个道理啊，就又是木克土了。肠胃消化属于脾土，木肝木太过，木克土了。这是一个因怒治病的医案。永宁的陈秀才因打官司输了，一怒之下大口吐血，昏倒在地。这时正好齐医生游经此地，被家人急匆匆请来诊治。病人的哥哥略懂一些医术，他问齐医生，用止血药可以吗？齐医生说不可，如果这时候强行止血，会引起气闷，病人会更加不安。病人的哥哥又问，用补血药可以吗？齐医生说不可，如果此时用补血药会引起胸痛，病人会因疼痛无法忍受。病人的哥哥说，补血也不行，止血也不行，敢问先生将用什么方法来治疗呢？齐医生说，病人因怒气伤肝，怒气结在胸中引起吐血，治疗应当用散血平气汤，以疏散肝木的郁气，这样病人才能痊愈。喜伤心，过分的喜悦会影响到心脏的功能。我们也碰到一个例子，这个因为心身疾病啊都是跟情绪有关系的。那么有一个病人，他是也是个教授，他同时间碰上了5件非常高兴的事情，他升了教授，他儿子出国啊，他得了一个什么奖啊，就是在同一个时间啊，所以过分的喜悦以后就过在一个心脏里突然抢救也来不及。思就伤脾了，思本来属脾的嘛，但是思虑太过就伤脾了。不管念书念太多了，老思也好，不管是思考什么事情，思考太多也好，
都可以影响脾，都可以影响消化不好，影响脾胃，逐渐的消化不良，食欲不振，乏力，当然精神也就不足了。倪孝廉向来刻苦读书，以致思虑过度而伤了脾。他时常呕吐，只要是劳累过度一点便会发病。在夏季末的一天，因为连日与人交际，导致心脾过劳，随之引发了吐血、便血，血块大如手掌，或紫或红，多得令人生畏。家人请来张医生为他诊治，张医生说，这是因为过于劳累而心脾上火，加上夏季天热，二火相济，所以才会吐血便血。这是一个因悲伤过度导致生病的医案。有一个人因儿子死去，心中十分悲哀，哭泣不止，导致两眼肿痛，疼痛难忍。家人请来周医生为他诊治，周医生说，病人是因为悲哀过度而伤了肺，肺气弱意味着筋虚，所以不能发挥筋作用木的功能，于是肝木之火上逆，致使双目肿痛。周慎斋医生以独参汤将其治疗，因为人参补肺可增肺气，令肺功能正常，而肝火不会再上逆侵扰双目。服药后病人痊愈。恐伤肾，害怕担心，我们有很多焦虑症。那么从中医的角度，它是因为肾方面的原因。至于恐伤肾呐、啊，这个病例可多了。中医叫伤肾嘛，那么有几个方面，比如说大小便失禁，这也可以说伤肾，因为叫肾思二便。惊恐也能令人生病，在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。高逢的表侄有一天到惠山去游玩，因山色秀丽而流连忘返，直到天黑了才下山回家。途经一座寺院，暮色蒙蒙之中，他猛然发现似有一巨神卧在寺院的大门旁边，他大吃一惊，十分害怕，惊慌逃跑。回到家后就感到尿频，一日小便五六十次，无法控制。为他治病的周医生说，惊则心无所以，恐则伤肾，他是因为受了惊恐的刺激，水火不交，二脏俱病，导致与之直接相关联的膀胱等器官功能失调，于是小便失禁。一人名叫苏仲，相识后总觉得在考场上发挥的不好，心中郁闷，数日后竟然发起烧来，医生以暑天热病治，无效。病人日觉身体困倦，不愿意说话，神情恍惚，一合眼就看见自己的文章有写的不妥之处，想着如何应试等等。服用凉性的牛黄、犀角等都没见效，家人请王医生前来诊治。王医生看病人多汗，没有食欲，而且小便少，舌苔绛红，口干，脉虚软且弱，认为病人心火外浮，且心阳过扰，虚症实症兼有。王医生认为病人功名心切，焦虑相视，会不会名落孙山，这个病属内伤，但症状就像外感。
对这样的症状，切忌用发表的药，更不能吃寒凉的药物，也不属于补中益气之类，怪不得其他医生没有办法。今天，人类社会对肉体疾病防治的重视程度，远远强于精神疾病防治的重视程度。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布伦特兰指出，全世界饱受精神疾病痛苦的人口有3到4亿人，抑郁症在世界十大常见疾病中排行第4。专家们预测，在今后的20年内，该病将上升为第2大常见疾病。到了21世纪，啊，那个我们的医学模式，啊，这个本来呢是所谓生物医学模式，到了21世纪，我们慢慢逐步都要转变成所谓生物、社会、心理医学模式。那么大家可以想到，那个你从生物医学模式转变为生物、社会、心理医学模式的话，那么多了社会心理的这个问题因素在里头。那么比如说，我们要非常非常重视社会方面的因素、心理方面的因素对人体产生的危害性。中医甚至于强调，情绪、精神因素导致的疾病是第一位的，叫做内因。据中国卫生部提供的最新资料显示，精神障碍在中国疾病总负担的排名中居首位，发病率已由50年代的2.7%上升到90年代的13.47%，病人总数达到1600万。患者多死于自杀，全球每年约有100万人死于自杀，而中国每年约有20万人自绝其命，占全球自杀者总数的1/5。尤其近2年，青少年自杀增多，低龄化趋势十分明显，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严重关注。精神疾病是全人类所共同面对的生命问题，尤其在大都市表现突出。喧嚣的车流、拥挤的人群、生活的快速、竞争的激烈、工作压力的无法承受，凡此种种，为精神疾病的诞生准备了极佳的温床。现在因为整个社会发展比较快，社会发展快的话呢，它就是整个生活得到比较快，都市化以后，社会发展经济的剧烈，这个跟情绪有关这个病，这个影响增加啊，或者是忧郁症。世界上前15位的疾病呢，其中呢有关精神疾病占了5位，啊，占了1/3。比方说这个忧郁症，这种病呢，在一些都市里面，它的发病率相对的是比较高。在一些白领阶层里面，的发病率应该是比较高。美国综合医院的随机调查表明，患高科技产业病的病人有65%与社会造成的逆境有关，如产品市场竞争激烈，产品被快速淘汰更新，日夜连续加班，长期处于超精神负荷、超生理强度的状态，创造发明失败或挫折，失业的威胁，人际关系的紧张等等。美国心理健康资料中心统计，美国企业界因高技术病导致的生产力损失每年平均达170亿美元。对美国筑波科学城10000名科技人员进行综合调查显示，40%的人处于心神不宁、精神紧张、空虚的状态中，有些人感到异常的压抑或绝望，随时都会产生厌世的自杀念头。在筑波和硅谷，服毒、沉海、跳楼事件时有发生。日本企业界调查，35到59岁的男性职工自杀的人数，1957年为4429人，1984年上升至10123人。
离家出走的人数从6527人增至12339人。1982年，日本对46000家大企业大公司调查，发现5%的职工因精神高度紧张而患有胃溃疡、高血压、心脏病、神经衰弱等疾病，并有上升的趋势。就在整个社会发展以后的话，就是我们整个社会的这个应急的程度呢是提高了，就竞争啊、压力啊，还有一个求变啊，本身生活环境的变化、不稳定性，都是我们数理上讲是一种应急的状况的。这个就是说是可能会带来一些，就是说，心理应对方面，如果要是不及时或不恰当的话，会出现很多心理问题。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呢，到了21世纪，那么抑郁症将上升为第二大疾病。那么这个第二大这个概念怎么来的呢？是它是按照所谓残疾啊这个调整的寿命年，它有一个名字叫 DALY 啊 DALY 按照这个来统计出来。那么第一位就是心血管病，这个心血管病得了这个以后呢，这个人就会那个就残疾啊，就是不好再继续工作，就这个意思吧，失去工作的那个能力。那抑郁症是第二位，那就相当的重视。据有关方面调查，由于生活节奏过于紧张，竞争压力日益增大，我国精神病发病率为0.5%，而经济发达地区则高达2%。据统计，每1000名中国人中就有15人患有抑郁症。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布伦特兰博士曾指出，目前在中国，精神疾病占所有疾病的14.3%，预计到2020年将上升到17.4%。我们直面当下的严峻，冷静之中却夹杂着些许负疚和不安，因为2500年前《黄帝内经》的谆谆教导多少被我们忽略了，我们甚至莫名其妙的不敢大力张扬他的心理学思想。我们是否在学术的困惑中迷失了最珍贵的东西？《黄帝内经》脏腑病变导致精神病变，和精神因素导致脏腑病变的天才论述，透出对人类生命的深切关怀。今天，当我们无法躲避的精神问题如潮水汹涌而至时，我们才能真正感悟《黄帝内经》的伟大，才能真正读懂那颗仁爱之心，才能真正体验那份海洋一般深远的感情。